感谢这60年来，我们所有，我们今天也有我们大东的退休的伙伴，好，还有我们今天大东所有的伙伴，这么的努力，让我们能够每年都成长，在今天这活动中，大家呢高高兴兴的来庆祝我们的60周年。那我们也开始想一甲子回归到零，再出发走向另外一个高峰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都平安健康，家庭和乐，谢谢。